我越打我手感会越好，好不好？来，所以现在我们邀请自由频道一打一。球场的话，刚刚是新庄，新庄不是我的福地，我现在改换桃园。来，请秘密，请密我一下。叉叉叉，请密我一下。先打几场哦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可能这个就结束了呢，因为开到一点啊，一点就这边就结束了，一点就结束了。哎，请密我一下哦，叉叉叉，毛怪弟弟，请你密我一下。好，来，我邀请你。哦，毛怪弟弟他是我现实的朋友，我们有见过面，哦，我们有见过面，所以呢，这场比赛我觉得他胜率会比我高一点，因为我打自己人哦，比较差一点，我打自己人比较差一点。好，比赛规则清楚吗？不能带饰品。九局打突破僵局，然后全新打席才能换。我刚刚是不是？我刚刚有看到 EMP 王盲剑客说全新打席，我好像也投出一个球之后才换，所以我刚刚好像有吐槽。那吐槽的话，照王中王比赛的资格，应该是要。好像是要保送该位打者，好像是要保送该位打者。好，我们跟他确认一下 ，O 不 OK？ 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急，到底在急什么？到底在急什么？不要急嘛！现在12:23。我们从24分虚线下方哦，虚线下方，大家猜看看这场比赛，你觉得谁会赢？比数几比几？哦，这场比赛你觉得谁会赢？比数几比几？一样，一分钟的时间内猜对的，一样有奖品。好，一样截图之后一样有奖品。来猜看看，你觉得这场比赛，老板跟同团的叉叉叉，好，我们两个人早期都是在 NB 团，然后我们账号都没改，好。他用的是08费城人，那他也不弱啦，他也不弱，好，他也不弱。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猜，25分就停止预测了，25分停止预测。毛怪弟弟赢15-0，你猜的那个也太扯了吧！我刚刚打高手。我也才输5分而已。好，以下留言的不算了。我们现在开始哦，进行这场挑战赛，赢的拿奖品，输的拜拜。Play。好，球场，桃园球场一开始是阴天呐、啊，阴天球场。哦，各位，看一下他的阵容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张纸卡都有。佣兵中外野手张振伟，左外野手提拉汉提，捕手是黄卡哦，这个，然后他没有新金卡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他没有带真人拉队卡。那为什么他的捕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哦，这个就要可能就要问他一下。哦，他timing拉得很准啊，他timing很准啊。
这一棒他对天，所以我要小心一点。Abreu。哎呦，这球车不边，这球我只能让他形成二连打。这球是二连打，跑错位了。刚刚上一场我跑错位了。掉到了。托豆，哇！接下来这个，你看这个我 K 头啊，我保送上去啊，我把二垒的洞补起来，我宁愿对到这个力量级上的 Howard。变速球，要逮到了，射到汽车，我等一下再送他一台玩具小车。啊，哇塞，他中大奖，我3-0，哇哇哇，干，打自己人打这么狠，我操，我嫩啊，哇塞，哇，这见面一定要屌他一下，直接问候他祖宗18代，说屁呀、啊！谁教你说的？明明求安就好了。哇，第一局就掉3分。哇，费城人卡尔顿，啊，抓塞。哦，哦，来，啊、哦，我没有认输哦，哦，我没认输哦，各位，我没认输哦。哎呦！想走内角？对，选掉。被三振了，但是跑者上二垒，跑者上二垒。哇塞！我打这个卡尔顿，我打这个极致左滑，竟然顿变滚定球嘞，顿到嘞。赶够，赶够，赶够！哎呀，会错，会错！哦，出局！卡，射在墙上！跑三！啊，可惜，少一分呐！哎呀，哦，好滑啊，各位，太滑了。哎，哎，我老了，我眼睛不行，我老了，各位，我老了。看来我必须要退出王中网，我要退出王中网，各位。
抱歉，我退出王中王。我可以去打另外一个比赛，叫黑中黑。黑中黑啊，黑中黑我一定第一名啊。哇塞，这个这球不够里面。哦，他放黄卡捕手，主要是他是一个跑者杀手，他是一个跑者杀手。哎呦，刷赛跳干 ！Oh my god！哇塞，被小黄这样拉出去啊！我两局打完，我5-1落后哎、欸，屌虐啊！还没啦，其实还好啦，两局五分也不算屌虐了。今天罗德还不是十几分对的 Amigo， 把中职总冠军打了妈跟屌一样。Posey 传球急上杀不到，我的妈呀！这游戏我怎么玩啊？这游戏怎么玩 ？Posey 对天传球杀不到，哇靠！哇，这样怎么玩啊？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玩？哇，坏球！哇，刚够。我刚够，换投手，换。哎，巨怪我也用不好，不行。巨怪我没办法，可能我的先发投手还要再思考一下。来吧。哎呦，还想说啊？哇靠哇靠哇塞，这球又被推出去。哇，还想说，你看自己人还想要一直说我啊，各位，自己人打，你看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么狠啊，你有没有看到自己人是这样子的啊，各位，这不是自己人，这根本不是人，你知道吗？这根本不是人啊。哇，穿赛啦，好远啊。哦要掉两分了。哦，要被扣了！哇，要被扣了！哇，这个哈我的，要被扣了！哇，尴尬！我觉得叉叉叉比刚刚那个盲剑哥还强啊，他们两个打不到谁会。哦，三振，全新的打席换，庄振雄，哎呦，感觉他就在等我这一颗呢，哦，金鳌帕呢，哇，金鳌帕呢。好，目前两局7-1。哎、欸，手棒打者，球安，漂亮。哎、欸，他黄卡捕手会不会杀到我？有没有啊？不够远，推不够远。
可惜这个其实直球其实推的不错。好险，被小黄杀掉，游戏直接删除。好、哦，哎呀！啊，比奇哦，这球如果缩框，应该是有机会的。哇！不营养，不营养，不营养。我现在想办法把它把这个分数冻结住。OK， 好的。我想他会说，他会说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是小王八蛋，他会说，因为他很想把我抠掉，你知道吗？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我抠掉。他每次见到我的时候，就是说：“老板，我好想抠你，我好想抠你。”终于有机会，他终于有机会抠我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跟你讲，这我对他太了解了。我靠！欸，共球 103.8， 竟然跟我讲说这个是坏球。You！ 啊！哇，刚刚被这小王打全垒打。我讲他还在说框，他还在说，这小王八蛋，我跟你讲，他还在说框。哎呦，放框了。糟糕，尴尬。老庄强化，蝴蝶。哎呦！哦，安打能力极高呢，安打能力很高啊。换头，李明进了、啊，看能不能看有没有办法天天进去、啊，天天进去，天天进去。哦吼，这球也差一点点。好，换天气了，他卡尔顿克到了，他把它换掉。罗密罗，其实我的优势是什么？我的优势就是他后面可能投手强度没有那么强啊。啊！糟糕，我现在速球有点跟不上的感觉。没关系啊，持续调整啊。现在输不是输。我要抖，我要抖。猜到，
OK， you， 啊，我懂。变到了，变到了，可以，两人出局哦。我慢慢冻结他，慢慢冻结他到他的打击，慢慢冻结，然后这样我才有机会反攻。虽然说我现在输六分了，满球数，嘿嘿嘿嘿 ，OK， 三上三下，哦，反攻了啊、哦！哎呀，那安呢？呼呼，风炮炸裂！先追回一分，差五分。开五分，慢慢追，好、哦，一局追一分，九局的时候刚好，哦，那个一局追一分，五九局五分，五加五加七，九局打完刚好七比七。有了，气势回来了哈，气势回来了，气势回来了。有没有啊？啊，这球其实雷腾拉得不错哎，这球其实雷腾拉得不错。哈哈，碎碎碎 ，OK， 靠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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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打安打安打，两出局，二三有人，曹佑宁，Oh my God， 碎靠鬼靠鬼 go 回来，曹佑宁上二垒，再追两分，七比四。差三分，哦，慢慢距离变小了，慢慢距离变小了。哎呀，这球！放光打效果不好，就放光打不好效果不好。来换真田玉贵，然后游击手哦，这时候阴天的时候要赶快换了。游击手 Ara， 然后一垒手杰佛瑞斯，三垒手好，先换这样子啊，糟糕，没换完，有点尴尬。哦，他，我跟你讲，他厉害的点是他厉害的点是他会推，哦，他会进来之后推出去，所以他会推。他可能以前早期的时候有学过所谓的老汉推车啊。
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三振。哟，啊，一个气势转回来，我再得三分。接下来我就是三棒都是阴天打线。他换上费城人队的 Ligi。哎呦，这年轻的我是打得到的呢。哇靠，这么好掉哦！哇，这不归可能也是好球。哎呦，走这个后门啊。哇，完全拆反。有了啦，二连打起跳，甚至三连打，靠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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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连打有没有机会？没有机会，不要挑战黑卡。求安就好，求安，求安，杰弗瑞斯，求安。Oh shit! Holy shit!来啊，满球数啊，来啊 ，PK 啊！哇，陈金峰双响炮，这球是爆个6-7，各位不放弃，不放弃啊！刚刚谁说我被屌虐的 啊？通通打脸你们！不放弃啊！五局我追成6-7啦。我将安打数追平了，我算是一个中段发挥啊，忘记吹，忘记吹了，画笔本，哇，炸裂 ，back to back， 不是 bug， 这是一发阳春弹，我说杠，他说啊干呐，追平比数了，各位。追平比数啦，7-7啦！你敢信吗？我不敢信啦。啊！这球我急了，这球我急了。6局上半7-7，好，现在我要的是守城，我要的是守城。那我看我中段的投手了。哇，挫赛，挫赛，挫赛！哇，这球没机会，这球没机会。他这个应该不会跑啊，他这个没有机会跑，因为他的速度非常不快。放框，没有很好的打击。哇哦的，哦，这个他可能会说，这个要注意啊，这个他可能会说。哇，挫赛，又被他等到这一球，这球可惜，这球可惜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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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内角球，糟糕。哎，验出局，验出局！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如果是你，你敢保送他抓下一棒的黑卡值黑卡阴天的打者吗？我没办法，各位，我没办法。
我还是跟他拼了、啊，还是跟他拼了、啊。哦，托托，托托，我跟你讲，再来一次啦！我就是保送，保送黑卡，不让他打，不让他打。现在面临到刚刚保送他之后轰我三分弹的，但是我跟大家讲，现在不是三分，现在是四分。我跟你讲，换了库伦，好不好？上次被他轰三分弹，不代表这次还会被他轰三分弹。三 A 手先换 ，Jones 五手 ，Posse 好，全阴天打线。呜呼，他在抓外角。他抓外角，他抓外角。You， 啊！七比七，我冻结住了。哦，我冻结住了。六局下半七比七，想要拿奖品不是这么好拿的，好不好？换，换。二垒手被克到，我换。诶、索利安诺，索利安诺，哇，游击手被克到，糟糕，这么多人。哇哦，我靠，这左投强化 H 超强的。哇，好屌哦！呼呼，超屌，超屌，超屌！哇，我跟不上了，我眼睛跟不上了。可惜。反向推打，马路一本，我想他后退手背，哎呦，同点配球嘞，哦，哇，同点配球哎，高招啊！哇，这球猜错边。好 ，change。七局上半，我跟你讲，换换。奎森伯里。一垒手换彭振敏，捕手捕手先不动。中外野手不动。游击手游击手换游击手换丁华，游击手换丁华啊，看没换到，看赶够赶够。其实我大概已经洞悉到他比较会打的几个点。满球数对决 ，You， 请回去休息。
哎呦，控球怎么搞的？控球 103.95 啊，应该 OK 啊。可以，虽然被克到，但是还做一个华丽的旋转跳接。ERA 别败，可以 change， 踢局下半。好，他投11个球，他要把这个强化 A 的左投换掉了，看他要换谁哦。费城呢，其实还是有一些不错的。哇靠，刷麒麟雪花筷子。拍谁？好、哦，猜到，先打安打了。各位，接下来是一个战术的表现了。接下来我要开始用一些战术了。胎，好、哦，我要用战术。来，各位，哦、战术的表现了。张天麟小黑不到垒吗？是不是？一个战术来了，一个战术点哦，触及大师他扑出去了，单一垒没人啊！哇，我战术成功啊！我战术成功！哇，他被我乱了，到垒再到垒，哦，没有人出局，变为出局一二垒有人啊！哇，他乱糟糟，他心慌慌，乱糟糟啊！哎呦，错赛，我急了。啊！难过。啊！我急了，但是有机会，应该有机会啦。没问题。好险，还是够远。啊，这可惜，其实这球推得不错。哎，我逆转了，各位，我逆转了，我在七局下半的时候逆转。我现在要守城了，我还有四次暂停的机会。哇，这球没有吸到，我好像后退手背了。接手接到，制裁垒包可以，拖到，换，全新的打席我换 ，Christian Bolli 换，来，我换那个凯撒，捕手我换小胖林鸿玉，没有差哦，不差潜力，然后把中外野对调一下，凯撒。哦，他急喽，压满！哎呀，干切嘞！
哇，这个点，哇，哇，这个点怎么打的？啊，打击多样化，变八比八，我抓塞哇，变八比八，被追平。啊啊啊啊！抓到！不是，为什么？啊！不是我刚刚好像。好像没有跳到，该跳没跳到。八局下半，哦血，哦血。他敢攻我内角，他也算厉害。他攻我内角，哇！这球没有碰到。Madison 强化 W 强化。哇靠！没打到！哇，难够速杀，速杀！没打好，难受。九局上半，换。游击手啊，游击手没换到哦。游击啊，游击手没换到，还好他刚刚没打我游击。三垒手、捕手、二垒手，花花跟曹佑宁换位置。OK， 漂亮。哎呦，他始终都可以打到这种车步边的球，
打击技巧很好，打击技巧很好。哎，骗到了哎，拖到。他按暂停。良好球，耶！骗到了三振。好，来九局下半，好，九局下半最后的进攻机会，他没有换哦，他没有换哦，吼吼，高弹跳，高弹跳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各位，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哎、欸，不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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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跑不跑不跑，机会来了，好，他要换投手了。Nellis， 啊啊啊啊啊！你在干嘛啊？啊！不是，我刚刚那球，其实我是要盗垒，盗垒上去，我的第二棒是触击大师，再推进到三垒，然后先把追平分拿到，结果没想到竟然变一个双杀，戏后逆转败。逆转败，好，检讨再检讨再一场。各位，你们是当我不用睡觉是不是啊？你们是当我不用睡觉吗？你知道我很累了吗？你们不知道年纪大人需要睡觉吗？